星座大师，我是射手座，那我想问一下，我今年的运势是射手座。你今天不适合太操劳，对，赶快回家喝个乳清，赶快睡觉，好，好好长肌肉。好，我现在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哇，星座大师，终于见到本人。哎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今天双鱼座的运势。哦，双鱼座今天很适合你啊。你有没有老婆？有，赶快回家，直接放进去。造小孩，今天是最好的日子，就是今天了。谢谢。对，去吧，Go。星座大师，哇，终于遇到你本人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巨蟹座的，今天适合做什么东西呢？巨蟹座是。今天适合练腿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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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